有一个场地就好了，不一定要酒吧，就是桌游店可以吗？西湖市场，西湖市场，你在西湖市场，我一定到。上西湖市场超好吃，那个自然厨房，每个人给我上一份自然厨房。可以，我要烤肉饭。我一定去然后你最好每个那个桌子上那个再放那个什么柠檬，那个什么，对啊，柳橙汁跟八哈子。你要青酱焗烤饭还是烧烤饭？我要青酱焗烤饭。那我要，那你应该是自然厨房的烤鸡排吧？对，照烧鸡肉，照烧鸡肉。每一个桌子上都有你跟你老公的照片。Jarvis 对 ，Jarvis 怎么会点那个胡麻馄饨面呢？我可以耶，这我一定到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发一个人发500块餐券让大家去。这可以耶，这个buffet。你要点多少就点多少buffet，像圆游会。所以你进来就发一张，就是你交完礼金之后，你就付餐券这样。就一个桌子，然后就收礼金，然后就给你一个卷，像圆游会，其实不错主题就圆游会，其实蛮有趣的啊，而且不错，空出一个小地方是一个小舞台的，然后你可以上面跳舞，对，可以跳舞啊，然后那里的广播系统好，你还可以播音，你广播系统说，新郎要致辞哦，而且它有个那个自动门，你可以打开你就直接进场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个自动门。很方便啊，在捷运站。那捷运站对，大家就全部搭捷运到西湖捷运站就好了，你还不用请你，而且你还不用想预备，因为它就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呢，好方便哦，超赞的。列入片那个份 A， 列入片 A。超赞，这超赞，这我喜欢，这我可以。好啦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好朋友都在啦，哎，我觉得要团康，然后又玩得很开心。就很多好听的音乐，然后喝很多酒这样。好啦，我真的等你西湖市场那个贺卡就送过来。因为我觉得那些装置啊，那些设备，什么花啊、盘子啊，我觉得那一点都不重要，那根本就没有人 who cares。那你有一定要丢捧花吗？没有，就任何程序跟装那种装潢，我都觉得你就觉得大家开心。对，我觉得祝福你就好。对，我觉得氛围这是最重要的。OK， 对，我的话就是我要一个以我为焦点的舞台。你说到哪里都是嘻嘻，到你的头贴，到哪里你的照片。好啊，你也可以办在西湖市场，然后你就各个，而且每一个摊贩都要戴你的脸的一个面罩，或是你做一个你自己的人形看板，一比一的人形看板，一比一的人形看板。他说我是 CC， 我要结婚，请祝福我。疯子，你们的梦幻婚礼好可怕哦。然后我要有很甜蜜的情歌。你说都是王心凌跟蔡依林那种早期的歌曲吗？也不是，就是很英文的英文歌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比如说 Dear Future Husband 这种很可爱的歌。OK， 可以。那然后还有有趣的主持人，目前觉得就是暂定是凯莉。就找我啊！对，就找我啊！对对对，就找我啊！还有一些就色色的有趣的团康游戏。So fun！ 我跟你讲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什么叫色色的有趣的团康？色色的什么意思？就是可能就是。接气球，对对对，或者接饼干，对对对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、啊，那个好好玩哦，伴娘伴郎的游戏，这是高中康复社会有的游戏，你真的是很变态哎，好有趣哦，好玩哦，我们婚礼很好玩的，啊、到时候再抽几个粉丝来参加好了，这个就是变成一个，这就是一个变相的宿营，你知道吗？只是就变成就是 more fun， 因为有酒。那你 after party 就直接酒大地了。对啊，当然啦， after party 当然是酒大地啊，不然 after party 要干嘛？直接喝爆啊！就是没有人吐，我就不回家了。你就不要自己先逛。有可能。好，最后一题，还有一题，就是大家就是快速回答，结婚要不要？理财要不要？找对人就要。好，要。好，我也要。什么啦？好烂的题目啊！这是什么烂题目啊？我想要办那个婚礼。既然最后他妈从前面还有点哲学意涵的宿命论，最后就是一个婚礼。哦，对，这就是因为我想玩色色的那种团康游戏，所以我结婚。我想在西湖市场。对啊，白痴哦。好啦，
啦，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婚姻的想象啊，要不要生小孩都有自己的看法。对啊，都有自己的看法。但是我觉得在怎么样都没有一个是对或不对的。对，而且尤其我们现在只是想象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结过婚。对，也没有一个人。哎、欸，有啦 ，C C 就是比较稳定啊。像我跟、我跟理查，其实就是根本连对象都没有，不知道在那边干嘛。其实我们很多粉丝好像是已经结婚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他们那些粉丝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其实可以透过到我们的粉专，我们就分享给大家这样。对啊，如果你老公或你老婆很 G 1，你就分享给我们，啊、我们就会把它讲出来、啊。或是你们有没有讨论要不要生小孩，然后为什么要生？或是你们婚礼有没有同那个原优惠的方式？有没有办西湖市场过？会不会人回说有啊？有的话，干有就太屌，就直接吃饭。下烂，直接当那个来宾了。好，欢迎大家投稿哦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